挺好的呀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台湾对2003年开始有很多对印尼、越南、大陆嫁来台湾的新住民。我今天的主角陈世兰师姐，她的故乡在越南，也是一位台湾新妇。师姐刚嫁来台湾的时候，人生地不熟，中文字都看不懂，也完全不会说，在这个生活习惯都不一样的地方，那遇到困难她是要怎样来面对的，我们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都一样啊，在台湾跟越南都一样啊，可是只有不一样的讲话的。这边呢与他们与中间辛苦，这边也一样啊，去上班的工作还是一样一样，辛苦都一样，在哪里都一样啊，有好人啊有不好人啊都有啊。你要穿这条出去。叫做何庆，因为在中和出世，是爸爸替伊号的。何庆的阿公来自大陆安徽，何庆的妈妈是越南人。妈妈甲何庆讲拼好的故事，这是外婆甲伊讲的。故事是讲，一个有钱人向善车人等于啥物拢有，结果善车人提出一项伊无的物件。是一个拜拜用的牛栏，有钱人受到惊吓，当场变作一只蝙蝠，不断发出啾啾的声。天公是公养马，马天公是公养马，家家他共要天要，共要大对。十号，我跑越南，总共跑了三趟。第一趟回来了，大部分两个；第二趟回来又两个。那我觉得很好玩的。嗯，你要洗澡，你老婆要洗涂啊，那么啊，之前都变成四个哦，很漂亮。他自己都不敢，而且他学历又蛮高。后来的话，发挥了。后来他最后都看到阿兰。我去学做衣服啊，没有去种田呐、啊。哥哥姐姐都是种田啊。我觉得我去学衣服那个还好，没有那么累，所以我帮帮忙煮饭炒菜，他们回来吃就好了。
以前我都不会讲，不会听，因为那边没有学这个中文，因为好乡下。后来有一个表妹，她们嫁过来这边，后来她问我要不要去结婚呢？台湾，后来我说好啊。那个时候。没有讲那么多啊，我也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我不会讲不会听，可是我看他的很好，我没想那么多。我的哥哥姐姐都是结婚越南，我妈不愿意我去在这边，他说只有一个人我跑去蒙外婆，他有点怕。后来我们想说不用怕，我自己去外国结婚看看怎样，所以我想去外国看看。老公带我去很多的地方，他说以前我在越南没有去很多地方，来一边呢他带我去，他带我去很多地方哇。对，他带我去很多庙。对，跟越南有点像，很好玩。这个是很远，这个有个很大很长的桥，那个好大。怀着遥远的梦，想要看新世界阿兰，过来台湾了后，都拄到一般新娘真少拄到的遭遇。她刚嫁过来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已经接近70岁了，老人失智的问题，精神状况不是那么好，所以刚来的时候，妈妈也要接触一个新的成员进入到家庭里面，那可能对越南人也不是很了解。因为我这边住叔叔对不对，而他在前面有个阳台，孩子叫叫，他不希望媳妇碰他的东西，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炒菜锅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冰箱，这是我的电锅。叫他之后，他说你们走你们吃，可是走好了，他说哇走的还不错啊。叫他吃，他不吃。虽然是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是是各用各的东西，连碗柜都是分开的。有时候他会乱丢东西啊。嫂嫂对外来的一个人，那妈妈可能还没有心理准备。因为老公说，妈妈她有点生病，这样子不要管她。我是听弟弟说，他如果争执到什么的时候，就是我妈妈会把弟媳的鞋子藏起来。没错，我们出去玩，后来他把我的鞋子就丢楼下，后来我们回来捡上来。我看他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是怎样嘛，他这样子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来了，他也有掉掉了。不过这样子也相处了3年就是了。我弟弟，我觉得他逻辑思考跟人家都不太一样啊，就是当完兵之后，想法跟一般人会比较不一样，但是又还能上班，就是想法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很难解释。他会在做事的先后秩序上会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，对，要或者是说，应该有时候也蛮固执的，不是说很好沟通。对，他没有去上班好几年了，我嫁过来了，他没有去上班了，快7年了。那个时候我来2个月，我有怀孕，怎么办？一直每天在家，妈妈她会叫叫。后来我说，好，还是叫老公帮我去找工作。比较不通了，就是稍微跟他讲一下怎么样去，所以我也很想跟他聊天。第一天，我一直怀孕，我就吐，我吃什么我都吐，所以老晚年呢，这样子会很累。啊，就休息的也生完了，小孩也来一边工作，他也很好。小孩那个时候，我给他慢慢长大了。他有时候他会学妈妈，可是阿妈也很喜欢他。他跟他玩，有时候我会带他出去的，可是他带他出去我会怕。
因为妈妈每天这样子，我跟老公说，还是我搬去外面，离他好一点。比我弟弟跟小孩住，我叫他留在那边顾我婆婆。就这样，阿兰离开了先生的厝，带何庆搬去也是嫁来台湾的表妹因家。好，就是弟媳白天都去上班，小朋友白天的话由爸爸顾，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是妈妈会接回去，接回到租房子的地方。那一大早妈妈要上班的时候，再把小朋友带回来。那爸爸像这样天气好，就会带出门去玩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念书嘛，还很小，就是带他到处走这样子。对啊。那下午叫爸爸带你去四号公园，好不好？爸爸每天都在休息，现在他不带我去，因为他一直跑出去，因为姑姑给他钱，他都一直跑出去。他说我们现在出去都是，因为以前我住在表妹那边，他有拿那个马汉灯那个他先交过来，他介绍给我。他刚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刚进来一看，我怎么有一个小学生站在那边？然后我去收送货的时候，有几次就看到，因为他怎么骑脚踏车，他资源回收一些东西，堆在外面一楼那个地方。然后我问他妹妹才知道，说哦，他就有时候收入不够，然后他会到处去收集这一些要准备卖的。他就因为这样子啊，表妹吧，开始拿一些给他试看看，然后试完了，他就悄悄的拿给我，这个这样子做的可不可以？我就看一看，然后他就说那个是那个阿兰做的，然后我才开始拿很多空板子啊，开始给他试着加工啊，这么大的盘子啊。但是你要做加工，你做盘子那个，每做完一盘就有这么多东西这样要移来移去。他一边生活啦，小孩子玩啦，一个床铺，然后旁边就是一张椅子，他找个东西垫着，他就开始这样工作了。那时候我记得他的小朋友真的好小，还很小，都还抱着。然后他是在好像是在后面厨房那边，对不对？弄一张那个小朋友读书的那个小桌子啊，那时候还没有桌灯，靠那个天花板下来那个有一点昏暗的灯光，他就这样默默的做。他是这样开始。省真的很省。头去立业本的啦。有搞我爸没太呀。我觉得他都是有点像一家人一样的，有时候能帮到忙，帮上忙我们就尽量这样。开始啊，我从来不会做嘛，都是来问阿兰教我，好一步一步教我的。还有老板最辛苦的一个。一个辛苦的老板，真的很感谢老板，很包容我，同不会老板的叫都会。暖老板公 LED 灯在台湾已经是夕阳工业，很多工业都刷去中国大陆，但是他也是留下来，因为他感觉也是有很多人，譬如说外籍妈妈需要这份工作。越南我自己做的，我们越南这边习惯专职穿衣服的，所以我来这边呢去做衣服那个老板，他叫我说看我说了，他马上说接受我，我身上对也我也会做，我们家都是我帮他们做，自己做自己穿的。带去老板那边。请老板我看一下这一次你又带什么怪东西了。洋饭的。哇，这吃三天三夜。我来这边风大吹吹啊，好的，所以我觉得越南跟台湾差不多，有好有不好啊，觉得。
艰苦或者难过或者怎样，我都过，去哪里都一样。我以前我都不会讲，不会听，可是去那边每个老板他都接受我，我所以到现在还好。就是说我跟我先生会比较特别会去关注到他，因为他嫁过来是比较辛苦一点。后来那个老板娘啊，他们看我小孩他大这样子，他还没去读书，他们说我去跟这边实际看看可以帮你什么忙，因为他说实际那边有那了教小朋友读书呢，还有教越南的读书啊。实际来问我小孩有没有去读书，去关心我，还有送米送面，有活动了实际带我出去玩。去好好的看看，很多人的帮忙，有老人呢。我回来，我觉得，那有人那么老，他还是去帮忙这样子，好感动哦。后来我给赖姐姐的好啊，帮忙环保。对，那上面这个你老公不看报纸？对。你们越南的报纸平常多不多？没有多。乡下很少看那个报纸，你们乡下不看报纸？对。那你现在越南、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啊，其实全球都在推动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啊。那我们实际在世界各地也都是这样带动的。哎，所以你也可以叫你表姐呀，或是带你的好朋友也来做。对，对啊，我想说有空空出来这边一起做，这样很好啊。对啊，邀他一起来啊，你的表姐对不对？这是表妹。表妹啊，表妹对。可是他什么？跟我不一样。哦。所以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。儿子现在上课还好吧？对。后来你老公决定要把那个孩子的户籍迁到哪里？你还是决定到石牌吗？没有，后来大姐帮忙了，帮忙他有叫那个有人来帮忙吧。真的、啊？他不走。好，那我进来。阿兰抓着何庆在外口生活，目前呢已经过三年。后来大家往生，阿兰就抓着何庆搬回厝诶。当伊一切重新安顿的时阵，何庆的阿公发现一件惊人的代志。阿兰搬出去之后，家里也比较乱，所以我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发现这一叠收据，这样子就捐款收据，那个金额还蛮大的。那我一时没办法接受，就是说为什么弟弟一家人现在过得并不是那么好，可是为什么还要捐这么多钱出去借？所以我就打电话到慈济那边去。那慈济后来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，就主动来关怀，就是我弟弟一家人这样子。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的女儿还跟我讲说，妈妈，我觉得你怎么会选择房事的功能组呢？这样对我们的家庭影响很大呢。好，我说，比如说你每次回来，你都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个案他的遭遇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听了，我们都会觉得很难过。你为什么都要跟这么难过的人在一起？我就说
每一个个案都是我们的老师。下次来，在他身上我学到了更柔软，那真的他，他的很非常的单，很纯净的啦，很纯净的学习，而且在我们的个案里面，给我们很大的课题呀、啊。哦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，但是那个共同解题倒是一种乐趣。当解答，他找到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很开心。其实答案往往都是在自己的心里。好棒！你看到他没有哭，我也看到他很单纯、很纯净。我以为他们会带他们出来，可是事实上，会带他出来玩就只有爸爸，妈妈从来没有带他出来玩过。因为我就问妈妈为什么不带你出来，她说妈妈要赚钱，妈妈不是煮饭就是做菜。你问他，他就是说他妈妈都要上班。有几次，就是我出来也顺便带弟媳出来，我就觉得他们连出来确实有困难。他的菜单对他来讲就是天文字啊。他完全没有办法表达说我要吃什么。久而久之，我才发现说啊、哦，他不是不愿意带他出来玩，他出来太痛苦了。不然的话，我知道我如果今天没有回去的话，他六日就是关在家里，最多就是来公园走走。好的，小朋友该有的刺激他都没有。晚餐，因为礼拜天的晚餐，我还是会喂他吃嘛，他也会很贴心的，他就说，我现在有两个妈妈了。我说啊，因为他有时候就会有点，他觉得可能喂他吃饭、照顾他就是妈妈。我说没有没有，我是姑姑。对啊，他常说我现在有两个妈妈。我刚才还是一样啊，有时候中午我回来时候点我是晚饭。我说，因为一点了，我说，哎，我赶快是，我去环保那边。他说没关系了，是啊，休息一下还是、啊。他叫我休息一下，说没关系了，我不会累的。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我想叫某大家都跟我一样，有时候有时间去环保那边帮忙，可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愿意。那个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们心都不一样。苏姐身躯边，因为有厝内人、同事、头家，甲住在苏姐的关心，会感觉到故乡的温暖。虽然生活阁需要打拼，啊，不过伊袂感觉孤单，阁希望家己会当变成一位手心向下的人。所以，唔拿去环保站做分类，嘛非常愿意布施。对伊来讲，生活过了简单，囡仔会当平安大汉，就是上班族的代志哦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向这边拍拍手，我的，快点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快，叫人吧，快点。快点，快走，叫人吧，叫有某幺。这怎么歌？那你这不是老师？可是我会唱歌啊，唱那个歌嘛。爸听讲，嘿讲用咩？咩听讲，嘿讲用爸。家呀他，共有听鸟，共鸟大歌，哈哈哈！真的。